杜江霍思燕一直都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，走到哪里都是甜的不要不要的了。这不在昨晚的海南岛电影节上，杜江霍思燕合体出场，依然是甜度爆表了。不知道旁边的司仪小姐姐是不是被这对夫妻给甜到了呢？光顾着看自己偶像了，一个不小心还摔倒了。在霍思燕的提醒下，杜江赶紧冲过去搀扶。不得不说，这对夫妻还真是好绅士了。想必司仪小姐姐应该也是觉得这一跤摔得比较值啊。不过还是要提醒粉丝了，追星很重要，但是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哦，因为下一次摔倒搀扶的可不一定是杜江了。